事情绝对不能让我老婆知道，我的无人机炸机了，刚刚撞到树上了，伤痕累累，螺旋桨全是伤痕，这下惨了，必须返厂重修。这要是让翠翠知道了，我就惨了。待会儿把这个寄出去，然后再找个精灵四过来，去借无人机，出发。我们到了，这边是清华科技园11栋，电梯在前面，这边还有小花，舒服，我喜欢。我以为这边有花店，到电梯入口了，7楼，老婆给我买的马丁靴，帅气吧？啊，到了。哇，我喜欢这个视野，超广角，很有 IMAX 的味道。又是他们，在最里面，进来啦。Hello，Hello， 你的无人机在不在？在。这是无人机吗？这是新款的吧？不是，不是，这个是 Mini 吗？好小啊！现在的相机更新太快了。你的精灵四呢？精灵四呀，我忘了。那我给他打电话。Hello， 哎，玉奶，你的精灵四在哪里啊？张鹏那里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OK， 还给你，这个我用不上，炸机的是精灵四。他在几楼来着？张鹏，11楼。那我去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刚刚那个办公室都是年轻人，在他们面前。Living life 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. All I want, and I pray. 好了，这边视野更好一些。1026 ，Hello。04就是它，包装跟我那个一模一样。有电池吗？这个无人机在2017年的时候那是相当抢手。有电池，哦耶，完美，借我用两天。别给我搞坏了嘞，小心点啊。那你放心好了，谢谢，帮我拿走啦，拜拜。终于拿到手了，下楼，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来了，太不容易了，放车上。进去，2台无人机，真有钱，可惜不是我的。上车，等一下，我得测试一下，万一不能飞怎么办？对，测试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你们也想看。各位观众，帅气，试一下，装上螺旋桨，搞定 ，OK。螺旋桨安装完毕，摘掉镜头保护盖 ，OK。小海绵，确定一下电池电量，3格电，可以起飞。找个空旷一点的地方，就放这里吧。惊心动魄的时刻要来了，请把起飞打在公屏上。开机，这个是遥控，电量充足，准备起飞。3、2、1，再高一点。赶快下降 ，OK， 可以正常飞行。但是各位小伙伴，千万要注意安全，请帮我把“请勿模仿”打在公屏上。无人机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，在比较安全的区域才能飞行。翠翠来电话了，喂，亲爱的，伟哥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家呀。你儿子要看无人机。无人机，没问题啊。我们马上回来，拜拜。拜拜，木啊木啊。小星星要看无人机，还好我已经借到了，我们赶紧回去，出发。我是杨虎的无敌的小可爱，有时很乖，有时又不乖，最爱撒娇，偶尔耍无赖，讨人嫌的小乖乖。到停车场了，好重的回音，差点忘记一件事，我得把自己的无人机寄回厂家。这个简单，拿到对面的快递超市就可以了。开门，走你。就在马路对面，记得走斑马线。好大一棵树，可惜冬天来了，树叶正在凋谢。到快递超市了，寄快递。Hello， 帮我寄一下快递。是啥？无人机。我待会把地址发给你啊。拜拜。搞定了，回家。我们去停车场拿另外一个无人机，快一点。不知道小星星他们回来没有？无人机，来到了，先放地上。上楼去，希望小星星还没回来，上帝保佑。小星星，爸爸，看这是什么？无人机，准备起飞。